第37题，硫化橡胶相比天然橡胶有许多优势。下面四位同学对于天然橡胶与硫化橡胶的论述，何者正确？A. 硫化橡胶结构坚固，遇冷容易变硬，冬天时比天然橡胶容易碎裂。我们的题干前面已经告诉我们，硫化橡胶在不同的温度下都不会改变它的富有弹性的特质，所以它并不会在冬天遇冷的时候就变硬，然后比天然橡胶更容易碎裂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叙述 A 是错的。叙述 B，硫化橡胶容易类似塑胶的特性，用于轮胎容易因高温而融化。前面已经看到了，我们的硫化橡胶在任何温度都能够保持它富有弹性的特质，所以呢，B 的叙述是错的，它不会因为高温而融化。C，硫化橡胶是网状聚合物，结构稳定，回收难度比天然橡胶要大。这个叙述是对的。我们看到硫化橡胶在任何温度都能够保持它富有弹性的特质，所以它是一种热固性聚合物，也就是网状的构造。它遇热之后不容易软化跟融化，所以回收再利用比较困难。那我们的 C 选项是对的。D 选项，人类无法用人工的方法合成天然橡胶，故橡树的种植是非常重要的资源。橡树的种植可能还是非常重要的资源，但是我们前面的题干已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在工业可以利用石油米来合成天然橡胶，不是我们无法利用人工的方法合成，所以我们的 D 选项也是错的。因此，第37题问我们说，下面四位同学对于天然橡胶与硫化橡胶论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。硫化橡胶是网状聚合物，结构稳定，回收难度比天然橡胶要大。